主打暴力和重金属的经典节奏游戏 Dumper 最近也加入了 Apple Arcade 的阵容。游戏中将操控一名无所畏惧的金属甲虫，在强而有力的伴奏下闯入虚无之中，对抗巨大的空间 Boss。在这漫长的征途中，敌人将设下重重的机关陷阱，我们需要跟着节奏的提示，准确的使用甲虫的身体，保护自己免于毁灭。当出现连续的尖刺时，玩家要长按画面，运用金属外壳将陷阱通通弹开。若是出现连续弯道时，则需要准确的快速滑动，配合赛道方向倾斜甲虫，好让它安全过关。在这扭曲的空间里，你有办法成功站到最后吗？Thank you.